有钱的，所以就没有办法，死会的那时候说，啊，没关系，有机会换女生来举一下啊。那唱这首，希望大家今年跟这个我们现在要唱的这首歌的歌一样，这个在天空绽放，非常的美丽。这首歌叫做《彩虹》。下一次下雨，你能
走，因为呢，在今天晚上